三嘴。好、哦，时间快要到底。刚刚秘书讲，你拄多才来，今日第三天啊。会使讲，这边的授婚啊，你有办理无？有啦吼。因为每一年吼，授婚的结束的时候，我家己两个关系好，大家讲非常关系。啊，所以才会拢每一摆吼。那么第四、起码第五期都有人过来参加，但是歹势吼，你若第五期来时吼，嘛爱出去赚钱呢，3000块，因为咱我互各位知影吼，咱收这钱是要创啥？因为咱无人甲咱补助，到目前为止啦吼，无人补助，所有你坐伫遮，所有用的物件，拢是你家己出的钱，有些真简单。伊这个土地，这间厝后壁七家的土地，拢交予咱无钱的使用。但是伊有一个条件啦，讲啥物话？讲下啊，恁伫使用吼，啊，恁要安怎创吼？恁这个团体吼，爱自己处理，讲要合理嘛，对不对？嗯、所以咱是这间，你即马就是遮这个所在，本来这是拢房间的，冻掉。这种房间嘞，你看到咱这种房间啊，放掉地板，咱家己铺的。这桌啊，拢新的呢。桌啊，食饭的所在，隔壁会议室，沙发，当然迄沙发是旧的啦，迄是咱的工钱哦，摕出来给咱的啦。但是呢，包括这个厨房设备，咱拢总到今日为止，咱这四期收分。一人5000块嘛，你知影嘛？咱拢总是现到目前为止经过收分的，差不多250多位，就百外万。但是这个所在，安尼规个开落，啊，到后壁迄个山内底毛去整理，甲创毛挑工创毛白，开300几万，啊，无钱啦，退散，即嘛无钱食。迄、那个老老有啊吼，山上迄老，伊是已经被国籍了。伊知影咱的论述了，伊讲，我即世人最了希望看到台湾建国。伊讲吼，伊的棺材本哦要摕出来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你怕看伊也无听着嘞。等下来，我再甲你介绍啦。我怕时间就好啊。所以呢，你唔免怀疑，唔免讲哦，交5000块，啊，特别讲啦，你交5000块吼，包括咱只遐买道吼，啊，食饭，若讲你伫外口的饭店，你共租所在吼，5000块嘛差不多啦，咱真难讲。啊，但是咱摕这个5000块来装潢这物件，啊，咱一收分，因为美国甲咱要求。你记得，你台湾人。无政府，400年来台湾唔卖无政府呢，你知唔知？民进党咧拍拼，唔是台湾人的政府呢，伊是拍拼什么政府？中华民国政府啊！啊，中华民国政府是流亡政府啊！蔡英文已经甲你讲啊，伊讲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，大家拢有听到。但是后边迄句话，伊不爱甲你讲啊。后边迄句话啥？流亡政府未使就地合法。国际法规定呢，你像迄个西藏，当年法国叫德国甲占去，走去伫伦敦，流亡政府伫伦敦啊。比利时叫德国甲占去，走去伫伦敦啊。克里亚、韩国，嘛是流亡政府走去伫上海。你知影迄当阵？伊这国家的伫国际上的名叫做啥物嘛 ？French London， 法国伦敦。这个 French London， 这个后边这个伦敦啊，一定爱城市、城市啦。所以国际上从咱台湾、从中华民国，你参加世界组织，来规定讲用啥物名？
Chinese Taipei， 中华台北，中国台北，给你骗的。意思叫做 Chinese is the government in Taipei。你若不相信，你等于你也要电脑，你个拍 Chinese Taipei， 你个拍好卖，看什么意思？清清楚楚啊！台湾人知无？不知道。即嘛话来讲，中国台北。啊，遐独派是统派，拢甲你讲，无啦，伊叫做中华台北啦，你计到中华啦，其实是叫做中国流氓政府在台北啦。咱加入 WTO 用啥物名？台湾关系，台湾经嘛，独立关税。对，迄是台湾独立关税，台湾国有独立关税区是什么意思？你认为蛮真？我写册以后，你认为敢叫去问诶？叫林先生，林先生，啊，想来当阵用台澎独立关税领域参加这 WTO， 去什么人去参加？你知不知？什么人一般的？蔡英文。你甲问蔡英文，伊知无？伊嘛唔知啊。伊会甲你讲，伊去当阵去参加迄个 WTO 的迄个签约遐个人哦。伊讲美国政府甲咱安排，啊，美国人安怎讲，咱拢好啊。其实。独立关税领域啊，你看看建宪会来对讲，被占领军事占领区叫做独立关税领域啊。啊，所以台湾正正刚刚就是，予人占领，予啥物人占领？美军啊。啊，所以无怪美国，伊做足济动作诶。台湾唔知啊，所以我甲各位讲，顶礼拜。CIA 有甲我讲啊，恁台湾人无地位啊，恁台湾人无相信啊，我美国做遮尔啊侪代志，互你看，啊你唔知。所以咱台湾吼，现主席已经差不多到最后的阶段。这個、台湾管理法内底讲的台湾人是用什么字？你知无？The people own Taiwan。那 people on 他们就是人民住在台湾这一块领，这块土地监管人叫做台湾人。但是上海公布，包括旧金山和平条约，台湾人叫啥？那 people on 台湾，哇，足够的呢！即摆拢知影，我你家会晓的哦。即摆台拢真够呢。以前哦，咱你看英文拢不晓看呢，他们讲我以前嘛无够。看到 the people of Taiwan， 刚刚台湾人 ，the people of Taiwan 也是台湾人，不要去想讲这两个有啥物差别啦。啊，即摆我提供一个意见啦。你讲 ，on 吼 ，on on on 吼，就是讲不管阿猫阿狗，只要你伫台湾甲骗吼，拢是 on。off 就是历史大战结束迄个时间，咱对咱台湾人的定义。啊，你个大概了解？好，乌人嘛算 on 哦，乌人嘛，那伫台湾的时阵，一般是想。台湾关系法 ，the people on Taiwan 的保护。啊，你听有无？听厉害呢！我有感觉讲哦，文章我写得够好哦，我文章写起来吼，即摆发现讲哦，我的老师愈来愈多嘞，这大家都做到的，真赞！这少年的这唔少信徒啦，大家共同研究。我会甲甲各位讲啊，恁今日直接受这个研训班以后吼，你台湾这块土地顶管，这读国际法那个。遐所有博士吼，拢常扫扫去伫分做堆啊！你的常识，你的地位绝对比较悬，我甲你来保证。因为本你若不相信，你甲看，咱即马吼会晓用网络的吼，你也开始去网络，去网络行人作者，我甲你保证，你绝对赢。啊，你若唔知影讲要安怎写，还是讲知影什么原因嘛？我甲你讲，你有一本圣经，互你看。新台湾论。内底若有人讲啥物奇奇怪怪，你无法多回答。你冰箱内底一定有，我甲你保证绝对有。第几条、第几项，拢总清清楚楚。我甲你讲哦，伫网络顶玩哦，建迄个地哦，遐拢总绝对不是你的对手。我甲你讲，你伫网络会当建哪安尼哦？你故意来哦，你迄个自尊心甲迄个荣誉感哦，绝对足悬。所以呢，即摆有真侪人过去看到网络会惊，唔敢去你甲人辩。我鼓励各位，
你的 Facebook， 过去咱的现主席，咱家己帮助台湾民政府玉山网站诶网站，台湾台湾海外网，你弄来咱去哩。我甲你保证，你见含你阿见哦，绝对无得手。安尼好唔？无得手，但是你在这里来讲呢，我知影吼，大家拢无去学迄个网络吼，真麻烦。啊，含你个简讯，你马上也要简讯。以后吼，咱要通知各位拢用简讯，哦，简讯较俗啦，一通简讯哦，六角钱啦，哦，啊，所以用简讯甲你通知。安尼，各位去做工作，咱才会方便。咱大家伫只受训以后，你爱主动，甲你周长自我推荐家己，唔免客气。不管你几岁，你拢会当参加咱的内阁，州内阁、中央的内阁，拢会使。当然，中央这个州内阁摆好以后，甲这个厅、甲这个准。当然，迄个格数会愈来愈低啦，迄一定的。所以呢，何总长讲啊，真好啦。有人讲，啊，我若较慢会变，敢来当做你用，真有可能是安尼。啊，无多啊，那是你为个，我以前我拢无听着，歹势啦。啊，你网络都袂晓看，你当然无无听着。所以咱每一摆，咱伫网络顶块，州长的名、电话，拢清清楚楚伫啊。你会当去看呀、啊，所以若有人讲要来报名，要参加咱的研训班啊，向我报名无效呢，我无资格，州长才有资格。所以愈来这个州长，迄个地位啊，愈来愈悬。但是州长嘛要负责任哦，你袂当乌白吹呢。不过我甲各位讲消息，即摆拢伫录影，即摆是全世界拢看会到呢。迄天。我一只上课了，隔两天哦，我美国两通电话呢。你阮，你昨上课我拢有看，我对啊，我知影。唔是后个月，就是后个月，美国政坛有三个女强人，要向咱民政府派三个代表见面，这就谈判呢，这就开始谈判呢。所以咱的人若无受过训，你去谈判，你敢敢派伊出去？我唔敢。即个讲，阮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回去啊！我以前讲袂互你听，谢长廷就是安尼啊。我较点名呢，谢长廷我的好朋友呢。谢长廷，伊去访问美国，伫迄个竞选的以前。要竞选总统以前，去美国国务院访问，美国甲请去国务院内底，房间内底有八九个美国人，这八九个美国人来考试，考试啊，来考试啥？伊要看伊的观念到底啥？因为阮台湾人吼，阮台湾人家己要来独立啦。阮台湾哦，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啦，什么人拢袂当甲伊管啦，包括恁美国啦。美国听，我爱甲伊讲话。哦，啊，应付了伊就转来。你啊，后时啊来甲我见面，甲国家安全会议讲，等于伊甲我讲，迄阵我阁毋知影这代志，我甲问讲，伫啊恁这边吼，恁要支持啥？谢长廷甲迄个马英九嘛？伊甲我讲，阮支持马英九。啊？你支持中国人？伊讲我毋是。中国人，因为马英九有绿卡，因认为讲伊有绿卡，所以因有法度掌握。但是你的谢长廷虽然是你台湾人，这个人很危险，我们不信任，永不信任。谢长廷，我随去找谢长廷，谢长廷惊一跳嘞，用你哪知？你想讲伊去甲美国见面，无人知嘛？因为无好，伊边个人拢袂当。啊，我哪会知？你给我讲，我讲当时你敢知影讲什么人和你见面遐官员什么人你知无？伊讲伊拢唔知。我甲你讲，其中有一个是美国国防部部长，但是伊唔知。伊讲无怪，迄当阵吼，看见拢美国人，
但是你走出有一个细细声有甲你讲，伊讲有听着，他讲我是台湾人。台湾人吗？迄是化名。伊看过，哎、欸，什么人讲的？看袂出讲什么人讲。迄个人是美国国家安全会议的代表。人我袂当讲，我袂当讲名，因为吼，这拢伫录音啊。美国嘛，你看咱的 CIA， 嘛，你看拢，咱的网站拢在看呢。伊即摆足注重咱这个组织，伊即摆甲咱合作吼 ，another third party， 第三势力，伊即摆甲咱安尼做的。新华社嘛是同款啊，国防部要求咱派人去翕相，加山机场，咱阁无偌久嘛要派人去翕相。伊予你台湾人知影讲，我美国人从头个到尾，到今日为止，我拢伫你台湾，我无离开啦。因为一寡嘴仔面咧讲，我出去外口拢无看到美国人啊。啊你！你我你我你见怪了，讲美国军事怎样？美国人伫倒？咱真正无，但是我会当即摆提供几个资料互你。乐山即摆你去迄个雷达站，内底有五十几个美国人，你会当去看？迄敢若是新的啦？你家去看卖啊 ！AIT 你去迄、那个，也做 AIT 的迄个宿舍，甲迄个。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宿舍八百名，拢总现准时有几百个工人伫遐去进进出出。你讲，媒体是你挡，中华民国你挡，互伊较慢完工哩。伊若慢工一摆的时阵，美国的海军陆战队马上要升迄支旗，美国军事占领旗，这支旗，毋是凊彩会使用呢。不是随便来印这支旗呢，这支旗是美国国防部、美国 CIA、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代表，甲咱讲，多样互咱，叫咱去做的。这支旗中的部分，迄个青是代表美军呐。伊讲，你拿这支旗出来，所有美国人看到，知影讲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美国军事占领台湾。所以，现准是伫台湾内底，倒来，若有人升这个旗起来，你甲注意看，你甲偷偷甲注意看几工啊？有人会去甲你翕相，美国人去甲你翕相。我要要求各位啊，这个旗你爱买，我唔是讲要甲你趁钱啊，一支300块，啊，迄支平民政府迄支嘛300。这两支旗你收完以后，你一定要有这两支转去挂出来。我甲你保证，你迄支旗若挂出来，免偌久，你一定看到讲有一天，哎，竟然那是美国人，你甲我翕相。咱即摆受过训的，差不多拢有提这两支旗转去去挂。这两支旗毋是要互你摕去结婚照的，乱挂袂了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化婚照。特别化婚照，毋是用这两支啦。用迄支拢总红的，顶下有迄个四粒星、五粒星的啦，迄只会混淆的。但是这不是哦、喔。啊，所以四月二八，恁头先拢有甲提无啊呢？甲加罗干有啊呢？你也参加，你也提无啊来？迄一天九点半，我拜托各位准时啦。啊，准时了后，差九点半。到位，讲几句话，咱的这边的指挥啊，是这样，台湾的党，会长，伊哦，伊是咱这个团队内底啊，上界大的，对不对？我安尼讲对啦吼。我咧讲几句话好啊、各位爱台湾的爱国的同志，大家好。迄个中纪委会员我的话，头到尾拢一律用过日语，
啊，作词嘛是仁义啦。啊，所以这个发火令呢，学校咧发的，军队咧发的，机关咧发的，团体咧发的，拢有一个特色啦。啊，我照迄个特色哦，我即摆先讲一下，互恁大家了解一下。啊，无时间我发出来，你等下阿咧听去咧。哦，我拍手拍手哦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因为我是做伊的助理，所以你免乱录。你若发，我听有啦，我会甲你讲。意思是怎样？哈、哦，咱迄间个特殊大咖是讲，一开始呢，稍微有五分钟到十分钟的讲话，了后唱国歌。每一摆若放迄条《出埃及记》吼，他咪讲，我拢真正是目屎吼干。这首歌唱了后，唱美国国歌，伫日本大使馆是唱美国国歌大先，了后唱日本的国歌。有真侪日本人，伫去年四月二五，咱参加咱个第一次台湾民政府世界大会时阵，唱国歌，日本人参加，拢哭，因为讲离开台湾正久，头一摆伫公共场所，听日本国歌，所以呢，十月二八，四月二八。我要让日本人在里面的工作让他练目屎。我只是看我大家听了。我来摆摊。你跟你人合作了。好啊。哈哈哈哈哈哈。你请来那个红军那个。哈哈哈哈哈哈。就这么点啊，快点啊。君が愛を。哎呀，你演讲的时阵吼，有这个唱国歌啦，唱日本国歌，哈，遐日本人一时吼，目屎无连，无要紧，搁甲抗议啦。讲迄个国歌啊，甲日本歌甲唱啊，离离啦。所以吼，迄个调一定爱对的，对好调，好不吼？吼，一定爱对好调，安就好啦。所以这两支旗啊，的目的，尤其是迄天去，我这酒店我甲恁拜托就讲。其他人若无伫夜排啊吼，叫伊拢炸这两支旗啊，其中的一支啦。所以大家吼，这个旗啊，这个旗歌吼，当然咱这旗脉是无同款的吼。啊，这旗脉顶管你有做迄个老鹰有无？嗯，美国，美国才有一支呢。你刚看伫美国伫游行的时阵，美国国旗出现的时阵，拢有迄个老鹰。啊，你会甲我讲，啊，你去对比。你唔承认，你去外口，你买看你有无？你绝对买无。美国的内政部甲我讲，伊讲你去对买，因为阮迄当阵是向即间进口，所以我去甲讲，伊讲啊，即摆无啊啦，我拜托你仓库去甲我变，你有偌济我拢甲你买，你讲还够二十支，较紧二十支我拢甲买，所以你绝对无地好买。啊！你免用迄，你用迄个圆的，伊买迄多啊，迄较俗啦。一支两百块啊，二啊五，这一支吼爱一千块啦。这支买吼一千块，但是咱一个这个机啊，甲插落去吼，外面来看拢惊着呢。你二百岁，你敢无感觉？无同款，你有感觉无？有无？我话无，有啦，应该有只对啦，恁个感受应该我拢同款啦，我拢人嘛，对不对？所以，今日要讲就是讲，你即摆受训，干那上三节课，你都有法度改变吗？很困难。所以，还佫有种真侪代志，你爱去看迄本册。这本册，今日
有五个日本人要来受训，是安怎？因为日本人讲过去因对旧金山和平条约拢无解，因为伊用英文，日本人上解惊啥？英文啊！你唔相信？你来甲日本人咧讲话吼，你要甲阿耳朵吼，真简单啊！那有两句啊英文吼，就霸到嘴啊！伊就对你足尊重。你唔相信？你去日本旅游的时阵吼，你若讲英文吼，伊就足惊你啦，足甲你尊敬。啊，你若甲伊讲日语吼，伊看袂起你。啊，讲北京语吼，伊佫看你无目睭啦。所以呢，英语是真要紧。旧金山和平条约四啊月十月二二甲旧年讲，所有日本留的所在，拢要用国际法来解决。五个所在嘛，我昨日有讲，八方四岛、福岛、钓鱼台、神卡口、台湾平湖，不然南沙群岛的南海。这五个所在拢要用战争法解决啦。啊，若要用战争法解决，我甲你保证一句话：，若无用咱所写迄个论述啦，拢无法度解决。我足有把握个，真正足有把握个。包括美国个国务院、日本个外务省，民主是拢已经彻底倒向咱。美国嘛甲我讲啊，国家安全会议代表甲我讲个，伊讲林郑。用 radio， 你咪叫我林郑用 radio。因为你现主席恁这个团体所讲的这个论述，到落尾啊，啥物款的论述拢无法度解决，一定爱用行你这条路。所以我真有把握可以讲，台湾绝对爱行这条路啦，世界嘛爱行这条路啦。但是问题，旧金山和平条约无讲将台湾交予啥物人。刚刚日本的吉田茂一讲，伊讲台湾的主权，阮美国哎，阮日本并无甲放弃，阮是甲他放弃主权权利，还佫有主权义务呢。蔡会计，主权义务是不是应为靖国神社、日本甲秘书大臣修台的高砂族的牌位，安尼来验证讲日本有咧尽主权义务？那是效忠问题，效忠问题。因为遐个人表示讲，遐个人拢是日本国籍。四月七日实施日本宪法以后，台湾已经变作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。这国际法来咧讲诶，这个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咱即摆讲日本已经放弃主张，放弃主张就是讲日本未当阁主张讲台湾是我诶。所以联合国在1950年的时候，已经的两点的对台湾的处理办法的第五点，伊讲要让台湾人自立自治。所以你要用什么台湾独立，迄拢无可能啊，绝对台湾自治啊。啊，但是过来哦，日本今日若要讲要放弃台湾，要让台湾来独立建国，在法理上无可能，是安怎？因为日本的宪法内底没有分离条款。无分离条款，所以这个土地就无法度分开诶，无法度分开，安尼变安怎？你要搁服从旧金山和平条约，几乎放互台湾人安那自治，变做堪比威尔邦联。这个邦联的意思就是讲，有一个敢若英国以前有一个邦联有无？英国做头。澳大利亚是伊其中的一份子，后摆台湾嘛是安尼啦。等有一天台湾人伫美国的占领下，学了着美国的民主制度，然后成熟啊，你若讲真正变嘛，才要互你安怎？啊，若以台湾这种的个性现准是安尼吼，无可能，马上放互你行哦，马上佫变做去变变啦，那中国甲你买啊？王文良。不是要出来选总统吗？你讲，伊讲伊摕偌济？伊讲摕250亿个偌济啦？我讲算算，看一个人要分一万块给你啦，会条无？对啊。一万块就你就倒啊？
台湾人是安尼，爱情都变水。啊，系啦，啊，那台湾人安就土气啊。所以今日要捍卫台湾的是咱这阵，咱这阵爱去教话咧，爱讲好听。民进党成立，甲美国讲，我们准备好了。美国政府刚刚问说，你们准备好了没有？我们准备好了没有？后面阿伯阿伯，要搁等偌久啦？所以唔是讲吼，我去逼州长啦，我无法度甲逼，这州长拢足厉害，拢比我较厉害，但是因拢真怕，大家甲斗相共啊！啊，恁家己爱主动啊，你来受训，你嘛爱主动甲州长讲，我要做啥？不要紧，你要做啥拢不要紧，你嘛免惊讲你无能力。我讲啊，我六十几岁，敢袂使？会使哩。咱八十五岁就会使，小你袂使，对不对？我叫你，我你上会使无？我你上会使无？来来，退场来啊！退场吼，对咱这个会内底功劳偌大，你家己知影？爱对眼嘛？啊吼，感谢啊，互人足感动的。伊讲吼，台湾来咱建国吼，我无观察嘛，无遐紧嘞。真在是吼，互人足感动的啦。哦，啊恁恁今日坐伫遮，坦白讲，伊帮忙真济。啊恁即摆恁咱来去受训，食一份会使哩无？会使哩无？赞赞赞！我嘛感觉真赞。每一摆我来来遮，我爱节制呢，国外都来去把控，哎、欸。我一个月两摆呢，一个月两摆，等于一个月内底有六天吼，直接爱食饭呢。啊，我若安尼遮尔啊好食，搁食迄个地吼，不得了呢。所以我拢爱食。你莫搁讲这个台湾吼，迄个一本册是安尼嘛吼。我讲圣经是较袂变质啦吼，但是有影啊，所有伫迄个网顶遐文书，你甲你要甲你考吼，你用这本册，你就甲读干吼，拢走不落。咱受训的人，不是袂当一本一本买，你一本一本买也袂使，一千块，迄钱不是囥在我家，我家，我甲你保证，我一角银都无摕，钱拢是咱这个组织里头。啊，无你看做这机啊，敢免钱？印这物件敢免钱？印这物件，咱印太省的呢。咱所有印的物件哦，和所有的独派、通派来看看，拢讲哦，哦，恁这个组织在偌济钱？所有的物件，每一分都有够水准啊！你袂感觉吗？敢袂安尼感觉？有的人哦，摕着就讲，呀，好笑啊！这个现在钱拢为对来，大家拢较积极讲钱唔在为对来。各位，真正是欠长内多啦，巴肚下咧，为着台湾哦，印象有水准的，彩色的啦，啊，有的是要印的普的呢。印刷有迄个皮的嘛？你唔相信？你问迄个印刷店讲，迄皮偌贵的呢？当然，迄是名片，是小东西啦。名片，我是感觉讲，这代表民进党，摕出来，哎，对对。啊，所以即摆哦，我已经有拜托州长，名片讲，让州长去替你印。州长讲，你的职务是啥？就是啥。所以呢，我希望大家一定要去尊重州长。啊、哦，伫现主席分政府，现主席差不多要两届，差不多要九年的时间了。十二月甲内阁无要选举，但是大家台湾人爱选，咱开放众议员，互人去选。但咱后摆选举吼，绝对无共款。我初步的计划。要选众议员真简单，所有报名的人，拢爱住伫饭店，还是住伫遮，袂当出去，袂当去做选，袂当去买票。政府、民政府替你办公办的证件会，你阁买黄黄吗？什么人替什么人去买票，抓到两个拢有代志。啊，参选的人。拢爱听见，连个有一个入阁啊，入围啦。
所有要电转拢拢入的。看你有啥物意见，你讲嘛。你有文宣，政府叫你印嘛。用安尼做电转，啊那安尼，我相信风气绝对做好，安尼人才才会出来，对不对？对。嗯。啊那无哦，我甲你讲，迄啥物牛啊，金牛啦、啊。啊，所以迄个银苗啦，乌牛啦，啥物牛拢同款啦，咱无温存迄种的好出来。你知影美国的管理员一个月薪水偌济？你们叫我看卖哦，偌济你知无？500块，美金啊，500块是咩啊生活？人美国是德高望重、无生活困难的人。为着要替社会服务才出来做，迄种的人在做议员才对。咱即摆毋是呢，阮老爸有钱啊，还是我着迄个乐透啦，我要出来算，我票给你买，你转互我。进入咩来做会好，愈做愈歹，都爱有好的人来做，这都爱较好。啊，咱参议员，咱的内阁拢无开钱。恁这内阁参议员，恁个恁有开钱有无？拢无吧，绝对无开钱的嘛。我若恁某某有收钱，恁那敢欠台湾片呢？没有啊，大家拢无开钱啊。啊，若无开钱，是不是爱替台湾这个土地做代志？啊，你当然你会甲问啦。啊，无经费是免哪做，你免烦恼。后礼拜。咱来四月二八以后，咱来有一个预算表，开始要提出来。中央北七委员，现在这个预算表了会提供予参议院，参议院若通过，咱就要交予美国。我跟头讲，咱有一个同志，的小弟的后生，真少年哦。现在很主席在国务院里面台湾小组，他说他有亲眼看到，他本来不知道我，他有亲眼看到美国政府已经有要要求要协助台湾民政府基金是吗？是、啊、不是，不然你想要协助重建基金吗？重建基金、哦、重建基金有多少钱你知道吗？400美金，美金你来问讲，啊，400几块来？土耳其，不是一百块块，是土耳其债了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基金，以我出的台湾最终地位第三十种官文来滴，你个提哦，何瑞叫何瑞跟你讲第几页？哦，你滴何瑞叫何瑞跟你讲，我未记第几页，你甲何瑞问，叫什么名？原来是单程啊，申请的。你当伊做1946-1947迄个啊，行政长官。伊做行政长官啊，向美国申请2亿，空600块美金啊。啊，美国是7厘一澳，啊，到今日400几亿，有钱啦，毋是无钱啦。所以你免烦恼，讲民政府无钱啦，有啦，你要有信心啦。但是你敢拍广告为着钱呢？我是感觉钱无重要啦。你论述呐有对，那讲台湾迄独派对，美国到底敢帮忙啊嘛？无嘛？你敢发台湾独立？台湾人是主权独立国家，台湾人要家己当家做主。美国含插你，我爱插你。其实建国嘛不一定对呢，自治啦。因为你即摆还阁是日本土地嘛，法律上还阁日本的土地呢。啊，美国是占领呢，所以你干呐要建国，要独立是要独立倒去，所以唔是独立的问题啦。你若上这课吼，我感觉你刚才听到这句话啊，有价值啦。人若甲你讨论的时候，你真简单，你甲伊的，过去你绝对无法度赢的。过去人甲你讲，
台湾要独立有啥物唔对？咱是台湾人呢。对啊，讲啊足对个啊。但是你今日你有法度回无？你有法度甲回，甲来回无？你第二次世界人呢？咱建树嘛，你建树有建树的责任，你台湾人有负担无？无嘛。化送的未当结果，化送的未当独立个，这是真严重的思想的教育。但是以前台湾人唔知影啊，谁人唔知影？稍等下，下晡政治才会甲你讲。这台湾独立有一个过程，迄当初为着要反抗中国国民党，走去日本。阿内讲，阿罗要来独立。其实台湾独立伫日本时代，台湾的文化协会、台湾的农民组合，迄阵就提倡讲台湾要独立。迄阵，无得讲，伊讲要支持台湾独立。伊家己讲的呢，啊，什么一个共产党，伊摕到政权以后就改变啦，讲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。笑呀！你伫马关条约1885年的时阵，你已经将台湾割予人去啊嘛？你袂当讲迄个割予人，迄是不平等条约无遵守。我甲你讲啊，就是不平等条约嘛无遵守啊，这是国际条约啊。咱读册的时阵啊，小学的时阵，蒋介石很伟大，12月啊，做12月这个。吹气，还吹过啦，啊，吹告，歹势，吹告，蒋介石吹告，向日本宣战，废除不平等条约，有无？哇、哦，好伟大！他能够废除不平等条约呢？笑呀！你即摆就知影哦，国际条约袂当讲我废除就废除啦，无迄款的国际条约。我今日甲你结婚，明仔载讲废除，无遵守，那袂使，绝对袂使哩嘛！登记了嘛，所以你既然跟人签合约、条约、推理，国际法内底讲，无予你废除。你若要废除，会使离开你原来的条约内底有迄个废除条款，敢若亲像台北条约有废除条款，所以日本和中华民国废除台北条约伫1972年，真简单。你若无迄个条约内底有迄个废除条款，你袂当废除。啊，若已经执行的部分嘛袂当废除。这是国际的条约的规定。所以，就继续用迄个人骗，咱就是足伟大。其实是骗咱这个戆仔的尔。咱即马已经翘起来，咱有读册啊，已经知影。全世界国际法内底讲，这样袂当移转主权。但是1820年、1830年马拿破仑的时代以前，这样我就给你并吞。但1820、1830年拿破仑以后，袂使。这样袂当移转主权，所以袂当移转主权。你要甲清算中华民国，就真简单啊！伊甲我改变我的语言，我原来讲日语，我原来讲台语，你甲我讲迄拢无水准，你甲我罚钱。你当你若去罚一角银的吼，后摆要甲讨啦，一角银要甲讨10000块倒转来。你当然因为阮老爸是毒行哦，所以无人敢甲我罚。啊，同时足真正罚的。是啊。后来袂当叫咱去做兵呢，你敢捌看到美国去叫伊拉克人做兵？美国叫琉球的人去做兵有无？从来没有啊！敢若咱台湾戆人去做兵尔，还好是我以前阁欢欢喜喜，阁以前我哩人，迄有人看人安尼，阁夹一个迄个迄落，迄实在是受到吼，受到吼。是的，感觉吼，即摆想想啊，足见笑。你讲，那你太戆啊呢？过来，免纳税金呢？即摆有人在讲吼，开始来罢税，买咱卖做迄套。你即摆若甲拒绝纳税金哦，因为现主席伊的武力伊都控制住，
伊甲你掠去关。我民政府即摆还无法度。有一天美军入来，要有自卫队，甲你掠看卖啊！这个宣战啊！哎，咱免宣战，咱还是靠美国较好。要死靠美国人去死，伊军头部较大量嘛。其实台湾有足侪机密的代志，我这电视你照我唔敢讲。有一天我都讲，恁会感觉讲，哦，台湾出这尔啊侪代志，我拢唔知。我现在先甲你讲起来，恁应该知，我讲予恁知。恁我到底含人变？我搁较讲嘛是讲这个四月二八吼，哎，你敢答应你拢爱来呢？我予日本人予美国人看讲，有影。恁台湾过去唔捌有台湾人甲日本讲，你从我日本国籍摕我，我甲日本国的日本政府甲我讲哦，无啊，我们从来没有听过你们台湾人说要把日本国籍还给你啊，啊，你拢讲你是中国人啊，我你看得贵耶，我绝对不是中国人啊，我安尼四月二八你就知啦，所以咱伫遐要来较好啊，日本政府先给我日本国籍。所以吼，咱大家要甲斗呛声啊！安尼好唔好啊？我甲你讲哦，你怎甲带你另外来哦？我讲吼，甲恁铺工呢，我送你帽啊呢。迄帽啊，500块呢，行路敢有够啊啦？你另外来啦，好唔好啊？啊，搁去中岛吼，搁请你食饭呢。我来有生意山，咱这条山啦，咱这个中央会馆直接食饭啦，啊，因为食饭饱吼，大中央甲我囝呢，伊讲吼，你若无演讲，我拢歹去啦，啊，要是我用演讲，因为像我若演讲哦，爱交5000块哩，讲你来演讲，我这边来啦，啊，所以吼，大中央出来4架车呢，我本来一架，今麦超过2架。我跳过你家，好，好，啊，就讲吼，啊，代志啊，拢比较淡的，无啦，直接开来迄个庆祥街啦，哦，到两馆以前爱伫庆祥街，啊，各位注意哦，嘿，我家己去啦，咱在迄个庆祥街等，哎，等啦，啊，等吼，来别来遮的时阵坐，我讲过一台有空位无空位嘛，去你甲坐就对啦，咱的车你哪能去遐坐啦，哦，啊，坐到，你也知影吼。嘛有人会甲你乱的哦，啊，若甲你乱的去甲警察挑衅的时阵吼，咱的人退后，互迄放互迄人去挑衅，因为有人会甲你挑衅，甲你乱啊，哎，你啊，你骂迄个警察哦，啊，你乱想，咱退后边，到警察去处理好啊。我甲警察讲，若有人去甲你安尼，甲你记的人吼，你做你家己也袂要紧，你绝对不是我的组织。啊，咱即摆无老公安尼，咱即摆吼比一般的台湾人搁较巧，对不对？对。咱先讲到这，四月二八来见面。啊，小等下呢，台北市前民进党的朱伟，喂，哎，你好，欢迎回来。然后你先来。来请你，请坐。炖早餐煎哦。请等一下哦。啊，这有代志要宣布吼。大家请注意一下哈，咱
两三天住在这吼，下晡咱结束要走的进程啊。迄房间闹迄个礼佛殿的吼，迄个礼佛殿再加教官来的方式加奥尔后吼，啊放在地啊，啊放在原地所在，啊房间的垃圾请提出来外口，叫迄个分类加放分好吼，啊家己的物件爱会记哩带转。啊，搁迄个枕头迄个枕头巾吼，爱摕出来，放伫迄个回收的所在吼。啊，搁收拾完了爱搞转来。啊，插伫迄个内务柜就好。啊，咱下晡最后结束的时，麻烦大家把迄个椅啊吼放喺桌仔顶，要方便扫地安尼。好，这几点，谢谢。